王彦之作为公众人物，由出柜认系同志到结婚呢一步，相信承受嘅压力都唔少。不过早喺西方社会，好多 pair 同志都成功走在一起。当中最热嘅就梗系 Elton John 同佢 partner， 2005年宣誓认定对方，仲搵黎代母生咗两个仔仔添。而讲翻香港，2012年赵世珍大女赵释之就同同性密友喺法国结婚，双方家长都冇观礼。之后仲发展到老豆赵世珍要发声明否认阿女结婚之余，仲动用5亿去招女婿啊！听日就系明星奥运会啦，有我黄宗耀，有我何佩 Jenna， 有我张健胜喺湾仔修顿室内场同大家见面，大家密切留意啦。